早上过来两个大车，那这个人流赶紧比过年还要热闹。因为今天逢大集，看这人山人海，卖啥都有。要啥有啥，今年准备养几只大鹅？18锭小鹅才25块钱一斤，鹅苗还是挺贵的。来几只？咱这个鸡精是不少的，对吧？鸭子还算多吗？这也不少了，对于我们说，我跟你讲，养不少了。是老板，这行价这么小的鹅都能分出公母？六斤大鹅110块钱，老板把钱付下来。吃你籽，就是赢头，大赢头。 这么大樱桃，我们这边养的活吗？他这样我们花点才是这个。切好的是吧？嫁接过的。刚刚这位大哥说，在别的树可以，这个桑树不能摘门前。还有卖葡萄苗的。哇塞，看看这棵，这起码好几年了，好粗啊。40块钱吧。40块钱卖掉了。来，老板，结束。 买了两个16只，嗯，过两年又16只了。人家本来就有16只，只不过这有新品种了。这是紫16，个头还大，这个花开的还挺漂亮的，是不是菊花？大绣球。没办法，月季不买了。然后老板讲了，我今业绩还没出来，还要等来几天，现在都是外国的，不能到，该等他们。那过一段时间，走到前面看看。 这个我们养不好，这个花还挺漂亮的。送一枚，老板，帮我拿一瓶。啊，买了一瓶，小货。我这个自己给你100，一点点。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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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
你买的必须要怎么吃啊？怎么吃啊？炒着吃、炖吃都可以。你看我这吃样子呀。我这鹅不能，家禽也不让喂。鱼对家禽也放锅。妈，以后这鹅就交给你养了哈。嗯，完。拿个小棍子，连到田里面，天天放着就行。我跟你两个就叫鹅放鹅，鹅放鹅。那你不要听他的，我到田里面干活，随便带你一个他吃的了。就是的。要去算账了。跟我妈开玩笑的。市场有咸排骨，我们家有咸鸭，明天就把咸鸭雇了。和我想到一块去了。心有灵犀哦。嗯，一点痛。你要是给花，不那么闲。要想富，先栽树。过两年买石榴的钱就省。放牛窝什么笼子，啥事都行，房子来来来的。笼子都现，还没吃就现了。就你年头吃鸭子，年尾就能吃老鹅了。讲的没毛病，早想贴过张大鹅的特殊宁愿了、嗯、我老鹅都买来了，差点我睡人家鹅都睡了半天没睡到。对，老三就为了过把瘾，把人家老鹅撵的嘎嘎叫。每天老鹅被我住了一下，最起码三天不剩的。我单都能给你喝掉的。是，你看看你还没养来就想着吃了，想想也开心啊。你不给它喂好了，你想吃啊？你连鹅食都吃不上。那给我一刀。这鸭汤比这鸭肉还吃香吗？鲜嘛，鲜鲜味。外头土鸡吃起来硬，脆脆。嗯，炖的还好吃了，又甜又脆。嗯嗯，再好吃也不如我们的老咸鸭。你呀，就刚才苍蝇刚屎壳郎的，净找对胃口的。